5月3日0时至3日15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例病毒感染者32例。自5月2日发布会后，也就是5月2日15时至3日15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53例，其中朝阳区27例，房山区14例，通州区和海淀区各3例，东城区、大兴区和丰台区各2例。在疫情分析中发现，有1例感染者因3次上公厕引发3例续发病例，继而引发了近40例的感染者。在此提醒市民朋友，上公厕时坚持科学佩戴口罩，注意手卫生，